是魔女前辈，魔女前辈，魔女前辈，早上好，魔女前辈，我的按摩舒服吗？魔女前辈，你怎么去世了？原来您在这儿，魔女前辈，能继续享受我对您的马杀鸡吧？那马杀鸡，您觉得力度还可以吗，魔女前辈？看您魔女前辈，你怎么消失了？这是什么遗物？魔女前辈，一定是因为我的按摩太舒适了，让您爽上了天吧。魔女前辈，可是我的家里不欢迎您呢，魔女前辈。您在这里会妨碍我家的建造，怎么办呢？之后这样了，魔女前辈，没有关系。由于我马杀鸡的手法很舒适，所以是安乐死呢，魔女前辈。